Hello, 大家好。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Chinese sentence patterns to express hope.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表达心愿的中文句型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My Giant Panda 学中文频道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例句，我们一起来跟读一下吧。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。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。Keyword.我想 I want 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希望物价不要再这么疯涨了，希望物价不要再这么疯涨了。Keyword， 希望 ，I hope， 希望物价不要再这么疯涨了。希望物价不要再这么疯涨了。希望物价不要再这么疯涨了。妈妈期望我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妈妈期望我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Keyword， 期望 ，expect。妈妈期望我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妈妈期望我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妈妈期望我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我们盼望能再见到你。我们盼望能再见到你。Keyword， 盼望。Look forward to。我们盼望能再见到你。我们盼望能再见到你。我们盼望能再见到你。哥哥期盼着去美国工作。哥哥期盼着去美国工作。Keyword， 期盼着。Be looking forward to。哥哥期盼着去美国工作。哥哥期盼着去美国工作。哥哥期盼着去美国工作。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。祝你
每天都有好心情。Keyword， 祝你 ，I wish you， 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。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。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。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。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。Keyword， 你最好 ，You'd better。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。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。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。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。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。Keyword， 你还是 ，You'd better。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。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。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。欢迎周末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。欢迎周末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。Keyword， 欢迎 ，Welcome to。欢迎周末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。欢迎周末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。欢迎周末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。他的心愿是环游世界。他的心愿是环游世界。Keyword， 他的心愿是。Her wishes， 他的心愿是环游世界。他的心愿是环游世界。他的心愿是环游世界。但愿你能记住我的话。但愿你能记住我的话。Keyword， 但愿 ，I hope。但愿你能记住我的话。但愿你能记住我的话。但愿你能记住我的话。欢迎订阅 My Giant Panda 学中文。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